子。哎，姐，我来了。你看看这人是不是纪检呢？上来莫名其妙的说要质检，纪检的。嗯，是我夜魔，是我。哦，他是我们纪检部的。不是，那莫名其妙就过来，非得安排，那能不能不纪检呀？这个这不行的，姐。要么你说不行啊？这个猫是谁啊？是我咋了？不是我在这边纪检的话，你来上路影响我干啥呀？那我是老板，我在上路咋了？纪检不通过会怎么样啊？不是，你这是干嘛？纪检你们玩这么脏吗？我怎么玩的脏了？那个，你们这么怕吗？需要玩这么脏的手段吗？咱们我怎么玩的脏了？咱们这个纪检不通过会怎么样啊？纪检不通过的话，把你的榜单啊，还有那些就是一些东西都下掉。啊，姐，你看，他这个是检测你的一个技术。能不能走呀？这是都月底了，要不然那奖金就都没了。姐，你看看，你权力大一点。哎，没事，我相信你技术啊。主要是我也想带你多赢点人头的，咱打这个质检局，哎，感觉还是太浪费时间了。没事，你怕啥的呀？那，我只能尽力玩了。怕啥呀？干啥呀？我先杀一个。哎，你能不能走啊？你不是？哎，那个西西姐，我这边的话，在质检的话，这个对面老板来我上路，搁这脏，你影响我脏我的话怎么办呢？这咋处理啊？你这不是脏呢？我怎么脏了？我没脏你啊，我帮忙来了吗？你帮什么忙啊？我看你就是帮倒忙，不是你想质检？不是助理，助理，你让这个质检员分清大小王行不行？来嘛，喜欢脏、啊、那我就来嘛。他帮谁服务的？我是老板，让你低声下气跟我说。你是老板怎么了？你是老板就可以干这种事儿啊？你是老板。我是老板，我想去哪条路就去哪条路。那你去吧，你去上吧。上路给你了，让你了，好吧。我老板是过去辅助你的。上路让你了呗。需要你辅助吗？叶门，你这什么意思呢？你又来我中路？谁辅助了？不是你们老板先影响人的吗？我影响谁了？我怎么影响了？我这帮忙嘛，怎么他刚刚没拿呀？你多帮你家陪玩就行了。你帮你家陪玩，不需要帮我。姐，怎么说呢？就是。纪检员怎么纪检的话是纪检员的自由，然后他想用什么方法就怎么纪检一下哈、啊，然后大家尊重一下，然后有问题了再找我好吧？不是，那他态度不至于对我这么不好吧？我态度挺好的呀。好，整的好像是检查我似的呢。不是，他态度也没问题啊。我也没说啥，不是你来上路了吗？你看我老板影响你家陪玩发挥了吗？影响啥陪玩发挥啊？不是我老板也没影响，我老板也没影响你家陪玩啊。我两个助攻哪来的呀？我两个助攻哪来的呀？你两个助攻是蹭的呀？那我暧昧他呀，我打没打他？我是帮忙了，谁影响你了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助理。要是有这个纪检员评分，我跟你讲，我高低给他个五星叉。哦，那还好，没有评分，还行。
那姐，不给你机会，你们先玩着，然后有什么事儿再喊我吧，好吧？闭了。嗯，走吧。嗯，好。嗯，只能这么打了吧。这从来没，这没干过纪检呢，突然给我整不习惯了。你也是非要质检我，这是月底，早不质检，晚不质检的，非得月底来质检我。这猫咪跟着我，怎么搞呢？咱们去中了。他估计就看着咱赢了，他心里不得劲儿了。你让我点走了，懂了吗，阿东？没事，姐容易挺你。我巴不得他离我远点儿。去上了，去上了，又离你远点了。嗯，那你找这一招是怎么回事啊？说那么多，我就要把他质检下去，我就要让他在那榜二上待不成。那行呗，姐，他们既然这么来的话，刚才我听说那个没有通过的话是拿不到榜上的奖金的啊。哎，拿不到，烦死了。非得月底来质检我。我看出来了，这悠悠多半就是得不到就要毁掉。他点不着你，他看我一直点你。没事儿，你真搞笑。现在我的质检员比你这个多多了一个头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挺的。游戏结束了吗？没我帮忙，你自己瞅瞅。哼，还在这说我不行，说我这不好那不好的，我一个老板还讽刺上我上来。我需要你帮忙呀，你赶紧去，你帮你家陪玩吧，你家陪玩这一把再质检，你玩个猫赶紧跟着他，你帮他就行了。我咋的了？他用帮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技术一顶一的强。那我也不需要帮呀，你帮我干嘛呀？我不需要你帮呀，我不需要你帮，你别来帮我。我就要帮，我就要帮，我想走哪儿走哪儿。这峡谷就是我家，我想走哪儿走哪儿。啊，峡谷是你家是吧？那啥都是捡的吗？这怎么能是捡的呢？啊，你怎么你让你质检员也捡捡几个？啊，人家三杀就是捡的啦。你怎么看的？那不是我给他推塔底下的。哎呀，我以为这个质检员水平。哎，你不是帮吗？怎么还补上炮车了？往哪帮了？我吃一个咋了？你怎么？你凭什么吃呀？上路是我的呀，你凭啥吃？咋的？你服务人呢？我吃个冰怎么了？你不是来帮吗？你刚才不说来帮吗？你帮啥了？帮我吃冰啊？那我吃个冰咋了？帮我吃冰啊？那我有东西，我吃个冰怎么了？吃个冰就不是来帮了呀？啊，你帮啥了呀？你怎么别影响他了？我怎么反了？我们质检公平的质检行吗？我有影响你的那个陪玩吗？我们这怎么就影响了？上路二打一，这怎么就影响了？在那里分我的陪玩的经验。姐，你玩的啥呀？你也去呗。我是奥巴马，那我去，我也去。那姐你也去呗。姐，我警告你一次啊！你现在再来脏我的话，你现在再来脏我，我直接宣布，你的陪玩没有通过，好吧？我怎么脏你了？打完这一把，脏你呗。你现在你。啊！你说宣布就错，不行，没通过就没通过呀！啊，他是头没拿着还是怎么的了？你嫌我脏？你要再来脏我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要再来的话，我就直接就宣布你家陪玩已经没有通过了，直接就是已经不需要质检了。我怎么你了？啊？为什么？姐，你还挺聪明的，你在公屏上发这个，他们不都得来抓他了？真恶心啊！姐，他发啥了？小招式倒是一套一套的。姐，他发啥了？喂，管我们发啥呢？我闭了。这姐人什么时候说对面是废物了？你们是真恶心，我发现。姐，他们说啥了？你们是一伙的吧？姐，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说那个上路说你们都是一帮废物，对从全部人说，这样他们不就老来会老是会去抓你吗？哦，没事没事。嗯，
键盘在我手上，我想咋说就咋说。我这个还不让打字了，还找上事儿了。没事，你可以打呀，就多打一点呗。搞笑的，还说上一会儿的啊，莫名其妙就叫我们过来了，还不让说。对啊，本来我们可以多去赢几个人头的，非要打这个纪检局。就是。哎，那你上一次，你上次怎么给这个悠悠姐输那么多呀？嗯。我上次状态不好，肚子不舒服，那谁没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啊？哎，但是我感觉啊，这个纪检员这个门槛也太低了吧？我感觉我去我也行啊。姐啊，我发现就是经过这件事啊，你真是，哎，我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了。以后我同意当你的顾陪了。那必须的，你就放心，你就在姐身后啊，我永远帮你。哦，几个头了，真的就是你发誓，你给我发誓啊！以后你就只接我的单，我永远都护着你，行吗？哎呀，搁这儿上了，哎呀，也是那个，听你阴阳怪气那出啊？是他给你输了吗？啊，是他给你输的吗？怎么是他给我输的？还好出了，谁没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？走了。嗯，跟你输那么一两回，你就不乐意了，不开心了。看他给我打了，你就开始气捡上了。惹谁乐意啊？悠悠就是小心眼儿。这么玩吗？哎呀，非要捡我！哎，这边有个。没事儿。漂亮，好减速姐。这他妈就很好，又让他拿上头了。什么技术？什么技术啊？人家说了状态不好，状态不好，你一点不听人家说的话呀？上来就纪检，不就给你输了那么两把吗？还真质疑我这个榜二的水平了啊？这都几个头了？哎呀，真厉害呀！哎，姐，你玩的也好，你给我夸的。真会说话，得出点肉了，搞针对了。就喜欢，哎，我真是早知道我也去当这个纪检员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啊？就你的水平，有什么资格去纪检别人啊？我怎么没有啊？我现在领先这个纪检员呀，他打的没我好呀。那不是你老板先去恶心人吗？那按照你这个逻辑，不是，那按照你这个逻辑，上次你输给你接悠悠姐的单输给别人，那直接人家也是榜二了，你就别干榜二了。嗯，那你当成榜二呢？那刚才上一次你给悠悠姐接单的时候，你输的人是榜一啊？啊？那我上次我状态不好，状态不好，怎么你一输就是状态不好了？嗯，姐，你有点，你再发一发他们那个上单，说他，说这个上单，说他们的话吧，让他那个让对面狂抓他，真是，我现在人还不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了，那走走道还想上厕所呢，那谁还没有个憋不住的时候？嗯，姐，你再发一下，让对面抓他，行。我靠，你真恶心啊！不是俱乐部能让他当纪检员，他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呀。你们到底是什么？恶心啊！喜欢玩恶心的，可以。怎么就恶心了？你刚才你不是说我喜欢打字就打字吗？没事儿，帮他发，收坐骑呗。嗯。没事，姐，咱们已经十二个人头了。我看见了，我开心死了！哎呀，就这技术还当姐？咱们这边的话，要不我也去申请一下当个纪检了，真的是。一开始还有点技术真好，一开始还有点不太知道他这个技术，现在也感觉也就那样。Yeah. 不
你再这样，等会儿纪检员破防了。对了，那个夜魔纪检部，你看那个任务要是不完成的话，有没有惩罚呀？你这个纪检成功是不是有业绩啊？你这卖力、啊。嗯老板问你话呢，你 QQ 什么呀？想笑，无言以对了吧？估计就是有。你看到现在了，才拿几个头啊？四个呀。估计是马上破防了。啊，没想到。哟哟，抬起来了。你杀呀！哎，觉得没可算，姐杀了，一个了，杀了，嗯，姐杀了，不是三个，杀了你才杀两个。这位老板，我今天纪检的是榜二，请问你是榜二吗？一直干扰我的工作，啊？那榜二是我不配，你一直干扰我的工作，我可以直接反馈给俱乐部的。我想想给什么反馈意见呢？你是榜二呀？我怎么你了？你是不是榜二？我先问一下，你是榜二吗？我不是榜二、啊。话这么多，那我不配是榜二啊？那我们怎么干扰你们了？凭什么反馈给那边？那你们的你老板不是一开始就跑到上楼去影响他吃冰吗？还算他经验？我可没影响啊！你这样干扰吃检干嘛？姐啊，你说错话啊！我感觉一开始啊，我没觉得怎么着。现在啊，我觉得就是你不用搞他了。我感觉就我的实力我包赢了。你看，谁搞他了？你说啥话呢？没搞他。啊，就没事，咱就玩好咱自己的。我觉得就这个质检啊，包赢的。我相信你什么水平还敢说出包赢这种话？我看出来怎么回事了。说白了，这个就是悠悠这个人的事儿。对，姐，他太小心眼了，他这明知道都快月底了，还要质检我，哎，烦人。那你去跟俱乐部说呗。跟月不月底有关系吗？咋了？你说这些话就不需要质检了？我怕什么？我又不是干不过你、啊。这不手拿把枪吗？你看看你实力，是不是、啊？你在干扰我的纪检工作，榜二，你应该有其他老板吧？你这老板如果再干扰的话，要么直接就换个老板纪检了，好吧？你就别让你这个老板来了，好吧？不想跟你多废话。啊！哎呀！哎，把你别跟他废话。我们怎么就干扰你纪检工作了？没事儿，咱好好打阿东。啊，好，不干扰了，不干扰了。我们赢了，干扰干啥呀？他们就是怕了。怕什么？反正今天是纪检榜二的呀，也不需要你这个老板干什么呀。你换个老板也可以啊。我也没干啥。等一下，直接跟俱乐部反映，这位老板有点影响我的这个工作了。我没影响，我可没影响。我们老板怎么影响你工作了？我就打几个字。一直现在跟着我呀。你看他人头呢，我帮的时候帮帮打，我走了他不就没了吗？那说白了不就是我帮？他不影响。哎呀，行了。我们不干扰啊。我不管了，我不动他了，行吗？我不帮了。好删好删。你觉得我们干扰你？行，我们不干扰了。这正常打也能赢。以后甜心姐她就是我的固定老板，我没有其他老板。那有姐就帮你啊。啊，我这是个超越时间线的人头，还半天了，还是七个呢，也不知道怎么当上这个质检的。不是你们一直干扰他能这样吗？别玩脏的行吗？又说干扰的事，我没干扰，没干扰的呢，没干扰，没干扰的呢。对啊，谁说干扰啊？甜心姐在上路的时候还帮他拿了四个呢，这都20分钟了。就是啊，那自己拿还帮忙拿人头呢。
又杀一个，可以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哎呀，这现在不逮到一个小船长，还是我们，还是我们小东东厉害呀，小东东，小东关，啊。你心不舒服了，我叫小东东，你心不舒服了。杀杀杀，帮你 A。嗯，距离不够。啊，我先装了。嗯。哟，死人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来帮你吧。我来帮你把你没杀掉的杀了。行，等等你。哎呀，哎呦，很厉害呀！被打下来了，没事，我有疾跑。可以呀、啊，哎呀，转眼都25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这实力 boss 榜二，他还不信我，还总有人真的觉得我那么状态不好，哎，就觉得我实力有问题，没那个必要吧呀，是吧？某些人就是啊，那状态，那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我都说多少次了。不是你们这样干扰的话，第一局就不算了哈！我跟你们说，纪检员，你去告纪检部去，就直接不通过这个狗屁榜二，纪检让。这把不算呀，这把不算，你要再这么叫的话，嗯。又说我们叫了，行吗？不说了，还没干扰，你就说呗。不说了，不说了呗。你纪检员，你牛。好了好了，阿斗，没事了，解下你。没事，咱打好这局游戏就行了，姐。就是怕啥呢？他也感觉也不是那么厉害啊。也是啊，这个你这个老板从前面的话来上路给他脏我这一把直接就不算了，好吧？我既然当了这个纪检员，我就有这个权利，好吧？你们随便脏，只要你脏，这一把游戏就不算，好吧？我怎么脏？你要有意见，你要有意见跟俱乐部去投诉啊！别跟我说太多，老子不想跟你多废话。啊，这就不算了。我上路拿你不服，你跟俱乐部投诉，你别跟我逼逼赖赖的，好吧？哎，不脏了，不脏了，不脏了。你可以脏呀，继续脏呗，你继续说。不脏了，不脏了，我是不是走开了？没事呀、啊，你爱坐多坐一点啊。没这个必要吧？脏了还不行吗？哦，现在没这个必要了，我觉得很有这个必要，懂吗？有啥必要啊？可以啊。让他拿个四杀，这一把不算啊！服了服了，这一把不算。服了，为啥不算？为啥不算？哎，不算就是不算，不算我说的不算，那就是不算，好吧？今天咱们四个，今天我是纪检局，那我就是最大的，懂吗？你要觉得不服，你可以去投诉，懂不懂？能听懂吗？能不能听懂？刚开始的时候也没说我老板不能去上路呀。我说我让你来了吗？我让你家老板来了吗？我需要你家老板帮忙吗？嗯，你也没说不让。有让你老板走吗？那有他有没有说让你老板走开啊？你们老板走开了吗？走了，他现在跟着我身上了呀。我都跟好久了。当时的时候他走开了吗？这把游戏你。哎，听我说，先闭嘴，可以推了，这把可以推了，这把不算，你可以推了，又不算了，嗯，那怎么了？就是我们赢的时候就都不算，那肯定不能算呀，算咱讲究的是一个公平公正呀，就是我们赢的时候永远不算，那不能算呀，那没办法，那谁让是我在质检呢？那你可以让俱乐部换一个人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办法呀。谁让你们要使这些脏套路？有没有跟你说不要了？推了，可以推了，小炮啊，能推。你要不推也没关系，懂吗？今晚咱们就慢慢玩，好吧？
梦不算。凭什么不算啊？因为是我在质检你，我说了不算就是不算，对不对？凭什么给你们算？凭什么给你们算？因为你又在那小人得知些什么呀？哎，我发现不好意思啊，没准他俩就是一伙。小人得知这个词不适用于我，好吧？应该适用于你老板，知道吗？想通过一些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就通过一些恶心的方式。不好意思，但是不让你通过怎么办？可以，你这质检员可以啊，就是硬气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说不通过就不通过，哪有你这样的啊？就是啊，他赢的时候就通过。怎么了？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，你平时考试的时候可以抄答案呗？考官不让你抄答案，就是考案考考官不让你抄答案的话，就是有问题呗。嗯，我是谁抄答案了？我们就你的意思就是咱们俩在考试，结果你的老板就类似于干扰我。你老板没去啊？我老板没来吧？对啊，你老板没来了呀？哎，首先来不来咱不说，是不是你先开这个头的？嗯。可以推了。我怎么了？我去帮忙呗。一波一别，你别跟我逼逼，你要逼逼呢？你要不？现在你这个榜二在考核，你这个老板没有资格跟我逼逼，懂吗？你要不乐意呢，你就换一个，懂不懂？你逼逼啥呀？我是你家陪玩啊，我是你陪玩啊。又说这句不算了。嗯，那肯定不算呀，怎么算啊？拿头算啊？嗯。凭什么给你们算啊？这咋算？这肯定算不了啊！凭什么不算呢？嗯，对啊，凭什么？就是你们不对。凭我今天在质检你，就凭这个，凭我是今天我是质检员，懂吗？就凭这个，懂不懂？哎，就这，哎，无所谓的，就再多打两百也是这种结果，无所谓的，不脏他就不脏他呗。你要有实力呢，你要通过实力赢我，那可以。你榜二确实有水平，对吧？通过，没问题。但是你要搞这些呢，那不好意思，通过不了。首先，你最起码的尊重对我来说没有，懂不懂？没事，阿东，咱实力摆在这儿呢。那你有实力，那可以，没问题啊。你有，咱确实靠实力说话呀。你有实力赢我了，对吧？你就通过，对吧？没问题。那人头必须要算啊，我先说人头必须要算。人头凭什么算啊？人头凭什么不算呢？你们都不是用正当手段拿的人头，凭什么给你们算？首先咱质检人头不算吗？首先咱们这个是质检局，不是你平时玩的那种人头局，你要搞清楚，懂吗？质检局人头就不能算吗？那质检是干什么的？首先咱是质检局，不是你平时跟其他这个老板玩的人头局，你要跟其他老板玩人头局呢，你想怎么脏我说不了，但是今天我在质检你，咱们就是公平公正，懂不懂？有问题吗？公平公正，给你公平公正行吗？给你公平公正，看没看到我家阿东什么水平？没事，你要再口出狂言，咱们可以浪费时间，咱们一把一把的，对吧？咱们慢慢来。狂言，那没办法，那就是狂也没办法了，怎么办呢？嗯，没事，姐，我感觉他这个纪检员水平也就那样吧。哎，那不那样，不是你说的算啊。嗯，没事，不我也是怕他。推了。哎，整成这出。嗯，那么好当，我以为门槛老高呢。那你也可以去当呀，你觉得你可以，你跟那个我从不妥协。别脏啊，别来脏。哎，我们就正常玩，上把我们也没那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上一把你家老板我都说了让你走开走开，为什么还不走呢？嗯，后来又走了吗？活该，我是不是走了？你没走啊？说了多少遍才走的呀？你听得懂人话吗？不是，你搁这攻击我干什么呀？谁攻击你了呀？谁攻击你了？你叫质检过来的，你攻击我干什么呀？没攻击你啊。
攻击你什么了？你重复一遍呗。实话实说罢了。你说一下嘛，重复一遍嘛，我们攻击你什么了嘛？对不对？咱得有理有据啊。啊，是是是，也不知道谁听不懂人话。不用管姐，这吧，速战速决吧，好好打呗。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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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反正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反正我上把零个人头了，上把24个人头，那个助理划给我了。真不知道质检榜二，你个老板一直在这说什么？怎么了？我陪玩，我不能说呀，我不能护着呗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都不知道。我陪玩，我不能护着呀？怎么？你看眼馋，心里不舒服了？走于刀尖之上，不是你使那个小套路，他能赢吗？你既然找我陪玩，非要计钱，那肯定你承担风险吧？啊？行什么呀？上集我都没怎么催计钱员的，真是可怜。我问助理好吧？你问吧，你问呗，我再问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的。纪检员，嗯，是你之前到底是不是纪检部的呀？但是这个人头按理来说应该是纪检部给啊。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你们这人头谁来给？那我赢的话，那如果万一我赢的话，也算那个纪检部的吗？哎呀，知道。就上把确实输了。还是问问助理。就是如果。巨魔怎么伤害这么高？那如果赢了的话，怎么算呢？我问问助理吧。可以啊，那你先问一下助理呗。嗯，急坏了，你怎么还死了啊，东？没注意。你别放松警惕呀。虽然我确实是相信你实力。直播线还是好的。咋说呀，悠悠？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杀了。甜心，你玩的什么？可以。我玩小法啊，我玩的啥？我玩啥不重要吧？问一下呗，怎么了？你急什么呀？那边还没回复我没急呀，我说话就这样啊，我没急呀。非要打这个吃点局，我真觉得浪费时间，不如去打点人头局，赢得更多。没事儿，上把算是你们运气好。怎么就我们运气好？怎么不认同我这个实力啊？还能让他傻眼？我无处可藏。哎，这个 Q 怎么没打到我呀？那这都能让他跑？嗯，这一波不是 Q 到我了吗？怎么身上又没有 Q 了？慢慢打。奇了怪了，我相信你。奇了怪了。刚开局。这个急坏了。赏金这个英雄发育好了，伤害很高的，比不过我的。你现在能发育起来再说吧。又在那酸我了，悠悠。走于刀尖之上。怎么能是酸你呢？那你的实力我不是都见识过了吗？都快给我恶心吐了都要。我都说了，那次是我肚子不舒服啊，还要提那次，还要提那次，这次还要来质检。
很吵很吵，不要再找这一箩筐的借口了，行吗？不是阿东什么实力，上把怎么没显示出来呀？还是咋的呀？上把他靠什么赢的？状态不好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啊！杀他杀他！好杀！哟，这让他杀可以啊，夜魔。有你哎、，Q 到了，换一下人头，感觉也不亏。哎呀，给 A 了一下。怎么是我的？是他的。姐，你 A 了一下。巨魔，哦，我的我不小心 A 了一下。嗯，没事。嗯。他们活不成。也就这样，还能当这个祭简，战绩跟我一样也。怎么了？那你的意思，那你的你榜二的话，你的实力不太行呗？没有啊，按理来说，我以为这个纪检部能让我有压力呢，现在没有压力啊。想要压力可以啊，这游戏这不刚开始吗？怎么有压力啊？啊，看你怎么给了，我看能不能给我压力啊？那必须的呀。嗯，你别光用嘴说好吧。你也别叭叭了，行吗？吵死了，吵死了！没让你听啊！啊，你没，你问的没结果呢？你在急什么呀？那助理也不是每时每刻都盯着手机看呀，他还没回我，回我了自然会跟你说的呀。怂了，招人来。纪检我，哎呦，他就是要毁掉你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关系以后你有我呢。快杀他！快杀他！快来！快来！他来！他来！他来拿头了！快来！快来！可以！没事，我也拿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厉害！哎，我双杀，我毙了啊！拿一个，我在上路，我双杀。无处可藏。买一个。狂吗？太轻松了。狂吗？来一个。这不还领先吗？对啊。厉害的，阿东实力可以。哎，有人不信，他非要纪检我。可以啊，他就是借口找一箩筐。我上把打的那样，没看你没看到啊？上把你怎么赢的？自己心里有数啊！我那天就是真是不舒服，状态不好。谁没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？有必要那么记仇吗？还、哎？要不怎么说小心眼儿？只有闪光。没看到。杀杀杀！哎，这个我给你控到了。哎呀，跑这么快，这个杀不了，墙翻不了，我操！这个应该杀不了，没事没事，也顶多跟我拼。加油啊，加油！哟，又来抓我，减速。嗯。哎呀，厉害！有没有双杀了？还是牛的牛的牛的，要不还是你？哎呀，我的小东东。毙了。小东东，小西西。你在那阴阳怪气什么呀？毫无意义。嗯，比他多两个。说好给我压力呢？游戏结束了。多久？压力，压力，压力在四杠一和六。不是游戏，请问结束了呀？嗯。啊，我觉得已经结束了，剩下的都是垃圾时间了。你家游戏打十分钟啊？那现在这个人头比你看不明白吗？人头比咋了？那领先你啊！人头比现在固定了呀，不动了呀。快来快来下路！来了姐。之前我有什么必要呢？你说是吧，姐？我觉得很有必要。真是浪费时间。非常有必要。嗯。哎呦，让你追回来了！没有持平了呀，人头变了没有？嗯，
是不是人你也没领先我？是不是比赛？是不是那个排位就打十分钟呀？人头不带变的呀？平了就平了呗，加油啊，阿东！那你说那个话不就是屁话吗？我这不不想打吗？那没必要。你不想打，你不想打可以啊，直接从把你从榜单剔除了呀，哎、直接视为淘汰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不打呀，啊、对不对？你那么有。你那么有脾气，你就别那个别被拒检了呗，这是俱乐部爱要求的呀。哎呀，我这不想带我姐打一般男陪的人头。那你在说什么呀？点嘛，谁想、嗯？那你说啥呢？看你还是待会儿能给这个助理说一声吗？我而不想打，你权力大一点。哎呀，难道是他是吧？对。你说我你不害怕他为什么一直想走啊？你真是搞笑，就是说想躲避质检。躲避质检，翻墙。姐，我过来了，姐。那你来了是吧？哎，是的。嗯，我问你一下，就是你说这个纪检员他输了人头，应该是俱乐部给吧，或者是纪检部给吧？这种的话一般是有两种方案，然后一种的话是输赢都算纪检部的，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输赢都是算老板的，然后这种的话一般是看老板的选择。如果说那个你十分肯定榜二有问题的话，那肯定算你自己的好一点是吧？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一般都是算谁的？一般之前打的话一般都是老板去承担的。嗯，没事的。行，那就都算我的吧，好吧，都算我的。我十分肯定，你这个冬瓜大冬瓜有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咦，你竟然哪个大冬瓜回复我就是谁？你既然觉得他有问题，那你自信点，你一直给他扯皮呀、啊，又让俱乐部承担啥的。我现在说了以后就我自己承担啊。建模你可得赢他，他这个第二真的不行。怎么不行？姐放心，都快超神了， God like 了。不是啊，我一眼没注意。你跟跟呢，你这个阿东东就已经被反超两个人头了，没结束呢又。行，那姐你确定自己承担了是吧？嗯，对，我自己承担。哎呀，好，那自己西西姐能担保吗？嗯，担保什么？就是这个人头呀。这个我不能，我没有。哦，不能是吧？嗯，行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说放我头上，我相信你。追回来一个，哎呦！宝沙，宝沙，还有个盲僧在这，扎了。使劲儿啊，豆豆。那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你先走吧。嗯，行，忙我先走了，姐，我这边还挺忙的。嗯，好。嗯嗯，你走吧。行，他这个也就中期游走厉害一点，没事，后面伤害我比他高很多的。你呵呵什么呀？你不知道谁现在输了。他一个刺客，追这么长时间才追上的，你加油啊！嗯，没事姐，我等级还比他高。等级高有什么用啊？我们今天比的是谁等级高呢？发育的比他好，后面我就杀的比他多，这都不明白。
吓不到。哦，还这么高啊！我从不妥协。想抢人头？嗯。好。哦，没抢过，没抢过。哎呦！过。连锅没有，我真服了。是呀，闪现还交了呀，这一波血亏呀。啊，嗯，行，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有点着急了，有点着急了。血亏，你跟他在一块儿了，你自己去哪？等等，我来下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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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了一个，还赏金。哎，瞎子在草里。那个，既然都说了，那个人头必须算，你别让我揣兜里又飞出去啊！哎呀，你放心起来，不能让你揣兜里的人头又出去，对吧？能杀吗？我觉得能帮你。你必须能杀呀！有点骄傲啊！我前面是有一点儿，前面有一点小骄傲，没事姐，我在追，差的不是多。你使使劲儿。哎，放心放心。闭了。哎，等到一个。你别跟他一块儿啊，别跟他一块儿。他那人头不好抢，他刺客。今天不是今天肚子应该不疼了吧？别到时候那个输了时候又怪肚子疼了。今天肚子不疼，脑袋疼。哎呦，你们管呀！今天不能肚子痛啊！现在在考试啊，到考试考一半说肚子痛了。等会儿他拉肚子去了。哎呦，这一下没 A 出去。烦死我了、那是我放的，那是我放的技能。哎呦，我有点晕了，有点着急了。晕了。悠悠，你在那说什么呢？你好好的，你认认真真的。他现在几个了？他15-1，你10-2。10-2。你这没有预感觉，是吧？我能拿5杀，我感觉。啊？领先5个了，没有，你刚才不说要压力吗？现在有没有压力？嗯，来，你说嘛？你真压力拉满了，你打他你还压力拉满了是吗？现在有没有压力了？一点点，没，还没那么多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别跟他一起，我毙了，你别跟他一起，他刺客他咋？哎，你咋跟他抢啊？哦，好杀好杀好杀！别杀了，想让他少拿几个吗？他拿那么多，我也不好追。我6个了，有收集者，我想试试呗。领先6个了，哦、现在有没有压力啊？你说话来。嗯，没有，没有压力。你嘴还挺。没有。行。游戏我没结束。这才20分钟，你也知道游戏没结束啊？那你刚才说那个话，我以为游戏结束了呢。嗯，我现在有点，我要是没了，你能有这个机会啊？你刚才不说那个游戏没那个领先了吗？你看这那个机检员那个也不行。我能让你几个？你让我几个？你现在考试你还让考官呀？你倒反填缸了你？你让了几个？你让上考官，你让的是我的吗？你要让上考官了，我好。你别整了，谢谢你啊！不让你了，我闭了。嗯，那你千万别让我呀！小东东，我前面确实有一点点小骄傲，没事姐，我现在我认真一点。翻墙。嗯，姐不用急了。你真别给我整了，小东东。嗯，没整。你看刚才那个皎月，我你过来，你我好不容易你做我的顾陪，你上翻墙，我来了。你要给我兜掏了，他有闪现，看出来了，杀必须的姐，拿两个头，哎呦，双杀，碰了没碰到？哎呀，这个亵渎九头蛇好烦啊！
了，大冬瓜。不是我，这是第几遍了？我刚才，刚才从他那个底下拿了一个皎月的人头，不是想再拿他几个吗？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我自己，哎，你又在那说呢？多帮夜魔打点伤害，谢谢你。那姐，那个，那既然的话，他说强度有点低了，那姐你去送点头呗，给对面送肥肥的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咱也不说那个，咱不像上一把说那个这个诺手呀，说对面五个人怎么样怎么的，我姐你就直接给对面送就行了，防止对面点投降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可以吧？嗯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上哪你来哪呀？姐，这他跟过来的，我想来杀这个巨魔的，他跟过来。考官不能来。哎呦，你来晚了呀！来晚了呀！你加速，你跑啊！我在跑啊，姐。哎。你太骄傲了，我这局我要不帮你对了怎么行，你怎么不行啊？杀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。 这我前面有一点小浪，我觉得我没弄好，姐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的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的。这一把出啥呢？我看一下，出个这个，上点强度，真的给你这个 OK 你这个榜二，你这个榜二这个强度有点问题啊，这榜二。我的强度有什么问题、啊、有你也太轻松了吧，就是感觉有点太轻松了。你这个榜的话、现在我有点怀疑了是怎么上的了。我没想到他这个男刀那么厉害。不厉害。这完全和上把两个人啊。哎呀，他玩男刀也就是随便杀杀啦，你看我就杀了，随便杀杀都比你高呀。他这人头，没事姐，都五局三胜，现在才刚开始啊。一人一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一人一个，杀杀杀杀杀，一人一个头。哎，我前面阿东，你好好打，你要是好好打，以后你都做我顾陪的，是不是？我单我也不能少了你的，对吧？姐，这把我确实前面打的就是稍微有点浪了。你这太骄傲了，你慢慢来呀。你别跟他走一块，他不是太骄傲了，他一个四个，我都说几遍了。他是太菜了。哎。哎，开大招加速没追上，可惜。他一个季姐，他上把他都打那样，你不能太骄傲，你好好打。所有上把是因为你在那干扰啊。五局三胜，所有上把是因为你干扰季姐。五局三胜啊！不能我不帮你，你就玩这样了。我来下了，我这把也在认真打，我慢慢发育，我发育好了拿更多。姐你们这个是姐你打的是黑钻局还是什么局啊？就是一个人头100钻的。哦，黑钻局是吧？我也很烦，我其实我今天心态不好。你怎么被宝石杀了呀？他们分带了开始。你真的很搞笑。哎，我状态不好。这季非要让我今天打这个质检，这个季检又状态不好了，这回准备找什么借口呀？拉肚子可找不了了哟，是否已经用过了？不是，你要是把把都这样，那五局三胜。他这个榜是不是他跟他老板一起配合？这老板就是上把你又不是没看过，这么一直脏搞的呀？杀那么多，你别让我着急呀！再追我再我。我刚拿的你就让我掏，哎，这 EZ 怎么这没事吧？这 EZ，他这个英雄机动性太强了，我
没事，我后面团战换英雄了，九个了。那这，你在那笑什么呀，悠悠？笑得我烦。我看你露出真面目了，我开心不行吗？我怎么就露出真面目了？藏不住了，上强度上强度了，藏不住了。稍微质检一下就嗝屁，哎呀，又要被宝石杀了。你干嘛？你，你又要被宝石杀了。行行行，哎呀，我被谁杀了？这你妹的，他们一会儿上路来个人，一会儿下路来个人，真的我服了。嗯，你得多杀点儿，能明白吗？那嗯，五局三胜要打几局呢？那都算的话，我得你不好好打，我也想做点结束姐。我也想做，没事，他马上就输三局结束了，马上输三局结束了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你在那说什么呢，悠悠？你好烦啊！怎么了？你今天非要找人来激励啊？非得找机器人来激减我？是啊，你这实力要吗？不是，你这实力不应该激减吗？知道被激减啊？看看人家，我这实力怎么了？你这实力，你这实力不该集减啊！这把英雄没选好。哦，怪英雄了！你又逛街？哎、有头吗？别逛街，等不？没逛街，姐。哎，交闪了！来，整他过来，快点！这太弱了，太怂了，对面。是的，都有点不好杀了。还救了小法一命。你不过来，你看，我让你过来，你不过来，让离他远点儿。哎，下路两个头，下路。我想去拿这个巨魔的。加油加油！我真要生气。来了，姐，来了。不能顶我！东东，我。小东东，我让你做不赔是因为啥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？哎，我知道姐，不能这样！快来快来，这里，我帮你拿。我知道姐，你是相信我的，我的感。太肥了！好杀，我控住了，我控住了。太肥了，太肥了！哎呦，我子弹都快打上去了！哦，子弹都要打上去了，好吓人啊！那个悠悠姐，这个榜二怎么感觉实力感觉怪怪的呀？嗯、对呀、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实力拿冠了，没上榜的男朋友都打的。你这实力怪怪的，你确定你个你这是榜二？嗯，我就是榜二啊！我这不知道他怎么才上榜二的。我前面浪了一下，你这咋？我前面我不浪了一下，我能节奏那么好？你这榜几千个头怎么拿的呀？啊，你现在才22个，我一点一点拿的呗，我一点一点手打出来的呗，那能怎么拿的？随便来一个人都打得比你好。你哎呀，伤害挺不能跟在他后面，伤害挺高呀。他节奏啊，你不能跟着他节奏打呀，他刺客，你跟他节奏打，我不没了吗？阿东，我是想抢他几个的，他这样一直拿。不好赶，他机动性太强了，翻墙太快了。追不上，他去下了，那我就杀这个上路了呗。差的都是10个了，刚刚我跟你说的时候 okay, okay. 差9个，你现在还差10个，你说赶，他跑了，你赶哪儿去了？我放心，你不能让我掏兜，我得先发育，我得发育好了，我才能拿到啊。我特意找你的榜二，我让你做我不赔，你不能让我掏兜啊！你姐，